说我帅，你说他帅，快点。汤哥超帅的。OK，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好不好？你害羞什么？不是，还要那些爱心。哦哦哦哦，这个什么天鼓豆，很开哦。这是什么牛用的？啊，那个是小动作的，类似抖音舞蹈的。拜拜拜拜。这应该是怎么拍的？看起来是很简单，小家在里面。看得出来是偷拍的，对对对，粉丝啦，粉丝，这个偷拍算是比较善意的，嗯，没有局部拍，对，因为它的角度非常健康，健康的，对，就要不然就是局部，要不然就是角度非常的不人性，不科学，非人性角度，对，欢迎孟，欢迎孟姐，孟姐，哎呦，老师很熟悉啊。刚才那个舞是什么？你跳的那个舞，今天很 can 呢。那个是我们橘肩的歌。橘肩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球赛的橘肩会放的歌，类似应援曲。哦，吓我一跳！一橘跟一橘的，我以为橘肩是一个什么火菊花的橘，是竹肩，竹肩，竹肩的。乐天桃园啦啦队队员，对，孟姐 ，Lakuten Girls，Lakuten Girls。孟姐来过国王帮忙，这一定要的嘛。综艺大热门，饥饿游戏，欢乐智多星，哎呦，都是大节目哦，厉害哦，不大不上哎，哇，没有，你本来做什么？原本进啦啦队之前是拍广告跟平面，比较静态的。平面模特到啦啦队，这是一个完全两个真的两个面不同面向的东西。那一个是非常静态的，一个是非常疯狂动态。嗯，你这个转的过程中，会觉得很辛苦？不会，但是因为反而会有更多的粉丝，因为平面的话就比较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。嗯，然后但是在球场就有很多人会认识你。而且会直接去到场支持嘛？对对对，就多了很多。所以很多人去看，其实不是看球赛的。当然啦，只是看他。哦，对啊。可是你们拉队里面，互相之间的竞争会不会？没关系，勾心斗角，说出来吧。嗯，不会啦。有会的，太会了，不要这样，太会了。标准就是有啊，一脸就是有的样子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分享一下，学姐都对我们很好。那会比较的，总会有吧。比如说你讲出来，比如说学姐下一场会来，我们的局间之间，我们这边哇，我前面这么多人，他只有27个人。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群，那会对吧？但是有大群跟小群，对啊，有啊，就比如说60万嘛，1000多嘛，对啊，72，72，72，这个你知道中间的差别。但是我们粉丝也都是爱屋及乌，就是我可能喜欢我，但是也喜欢哦。我懂了，就是说大家聚集在那边，发现，哎，隔壁的脸色差一点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到他前面去，给他面子，啊，就那一群，这个好，这个很贴心。对。可是你以前多肥啊，你参加啦啦队可以瘦10公斤啊。哇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都要练100多首的应援曲。你是应援，应援到100多首啊？对，然后因为有这么应援哦，每个球员出来都有每个球员的歌，每个球员的应援，然后还有每个居间歌，然后加在一起就差不多100多首。对，然后而且那时候如果没有跳好的话，学姐下来会说，就是我开始讲，开始讲，来，学姐没有，学姐会就是跟我们讲一下说，哪边要怎么做这样。比较好，不是吧？应该下次冷言冷语，什么哪边？这样你好意思跟我们站在一起？你做10公斤是压力吧？因为你平面模特，哪边该怎么做？我看你不要做。没有，那时候刚进去就可能跟大家比较熟，比较不熟，因为不要这样子，就会比较压力很大。这样当然当然，那个压力就很大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可以交有没有签约不能交男朋友？没有。他们好像只能不能跟球员。对，不都不行。哦，别队的球员可以。哇塞，我们没有没有想到这个。好问题，好问乐天的，跟兄弟的在一起，这样对吗？对啊，哎，不，你怎么这样讲？他跟日本巨人在一起啊？哦，可以，就是不能跟同队的。
那别队的话就不要被发现，教练就教练也 OK 啊，啊、教练吗？对啊，教练都结婚了，一般干到教练都已经结婚了，有的年轻的啊，投手教练啊什么有的，那个都结婚了啦，那弄到投手教练怎么可能多年轻？防护员，我们都很专心在练，没结婚的出来，球童，我们专心在练舞，就是拉拉队，我就没有去想那方面。那我们这种去看球都可以吗？对啊，看球的，对棒球很有热情的主持人。没有看你的球，我说棒球的热情主持人，他说你说马国碧，再讲一次，我想要看你的球，眼球 strike， 眼球啦，眼球，什么球？什么球？你想看球是？哎，我有两颗，不要，哎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杀死风险。梦景，你会紧张吗？我很容易，他叫梦姐，梦姐，梦姐，太紧了。我觉得你好像比他还紧张一点，叫孟姜女。梦姐，对不起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上电视还会上电视会紧张吗？对，而且我反应很慢，就是慢到那种我在休息室，然后别人叫我说孟姐，你可以借我腮红吗？然后我大概一分钟才会回他说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那是纯粹不想借。这个我们演艺圈都是这样的。嗯，现在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。嗯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贴心的。哎呦哇，哦，多贴多贴，像康哥这样的。懂了。你这条路算是开阔了。开了。他就是喜欢教练，一圈才可以撑五年呢。你因为我说你正。然后你粉丝暴涨，瞬间哦，因为康哥一句话。对，我大概两三年前有上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CR。是，是他的学生。学生。对。你怎么会这么正呢？不要打我，我们真的打了。我正扎奖哦，今天我不夸奖你，明天又要骂我。我的学生去你节目，怎么被你这样子弄的？对不对？这个老师是什么心态？对啊，那我们要怎么讲？你怎么那么丑？不能这样。捧你的学生啊，很久了。现在你当痴汉行之有年。不是，刚这样看就真的相信你瘦了10公斤呢。我刚刚看到那个下巴，我是说那个大概4-5年前有了，但那也很圆呢。真的吗？那时候跟现在跟你现在比啦。跟你现在名字之后真的看起来圆圆的，现在胶原蛋白流失了，没有，整天在那边跳那个精致。哎，他最近有推出新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宣传一下。哇，人生第一本写真，然后是跟那个我们另外一位 Rakuten Girls 的团员一起拍的，是闺蜜写真。闺蜜，闺蜜，闺蜜也很精彩啊，双人的那种，双人，对，双人有剧情吗？好好听哦。然后是由黄天仁老师，喷血量会很大。我讲天仁兄拍的。品质保绝对双人，绝对双人，一个人已经满足不了天仁老师。对，一定要两个人。这什么时候推出啊？现在已经可以在各大的数位写真平台购买了。哇，无与伦比的绝美耶！哇，这个摄影师越来越正，你现在比当时那时候来，大概再正10倍。谢谢。所以这今天回去会多10万粉，知道吗？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他了。因为他现在本身就已经这么多粉丝。没有，康哥是我贵人，因为那时候，然后我的那个粉丝专业就暴增。贵人，对，但你现在的地位已经算提高了，对，所以现在是你要对他鼓励。对，贵人，你可以说我帅，你说他帅，贵人。康哥超帅的。OK， 好不好？要不好？你害羞什么？不是，还要那些爱心啊？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什么时候想要？结婚这么突然不是啊，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很多更多的邀约的话，你要怎么处理？邀约是说工作上的？对啊，上电视私底下也会开始问吧。对啊，比如说我们四位私底下邀约你，你会接受？你会接受哪一个人的？或是哪一位你觉得不会接受？你会先选优先考虑？哇，这个排名很硬啊。这样好了，你看谁比较接近你喜欢的外形？他应该是一季半嘛。我们选第二个，我不看外形哎，但我选。那你这样讲是伤到我。第一个，但总有你比较喜欢，比如高一点啊，瘦一点啊，对啊，衣服黄一点啊，对啊，就有点比较像那种那个，有点像瘦子男生啊，对啊，有的，有哎。那我选丰田。阿天飞，我要鼓励他。对啦，好了，其中送给他，还是没办法。哎，认购。你喜欢高的人？没有，因为上次有一次来，然后丰田也选我。
回礼而已啦，回礼，不要发信，回礼而已。日本人都做这场面，你不用记，你是忘记，你是忘记。什么时候？他根本不知道忘记，而且丰田完全忘记。他刚才叫你梦景，梦景对呀。好，谢谢你这个大家啊，就支持支持一下啦，闺蜜写真，欢迎，好，请坐，欢迎。